叮叮叮，师傅，这啥情况？就剩五个人了。别慌，小场面，遇到一个科技大哥而已嘛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要不咱们自雷吧。Stop！ 为师有办法。师傅快说，什么办法呀？小可爱藏好，他们潜空投去了。那招敌我动我挪挪大法还记得不？记得呢，师傅。动作放快，小心点。放心吧，师傅。他们来了，你可千万别暴露了。嘘，快，就是现在。报告师傅，成功打入敌人内部。Nice， 诛仙行动第二步开始。咱们不会是碰到同行了吧？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啊。小凯，声东击西。好的，师傅。咱们车的方向咋有枪声？还是小心点。我操！就大哥，咱又倒了一个兄弟。大哥，快复烟。我没烟，你们说开了科技就不用检验啊？你们几个小子听着，我是老马。我操，马总。你的憨批，快叫爸。爸，我错了，别封我号行不行？你们这几个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啊，竟然敢开挂！马爸爸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放过我们吧！我们可喜欢你的游戏了。那你们充钱没？够80000不？还没有。我们马上充。对，我们马上就去充。晚了，等着十年大礼包吧。小凯，快来拿人头了。收到。诛仙计划成功。师傅，你太厉害了。欢乐吃鸡，欢乐有你。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关注我的小伙伴都上战神了。